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聊聊全新的 Porsche Macan EV 电动车。以 PBE 电动车平台所开发的 Porsche Macan EV 啊，预计本来是在2022年底到2023年初啊，就会对市场来做发表。近期却传出啊，由于这个软体的问题啊，必须将新车发表的这个时间点啊，再往后延长一年。看来这个情况是非常的不乐观了、根据外媒的一个报道啊。BAG 集团旗下负责汽车软体开发的技术部门，目前遇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，使得他们的软体开发的进度啊严重的落后。近期，保时捷执行长 Olive 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啊，亲口证实了预计在德国莱比锡工厂所打造的 Macan EV 啊，必须要延后一年，由于这个软体端的进度啊严重的落后，给拖累。所以呢，在这个 Macan EV 的部分呢，要等到2024年、才有机会正式的发表。这也意味着在去年所发表的汽油版本的 Macan 完全体啊，贩售的时间点、也会跟着延后，进一步的延长了燃油版本的 Macan、的寿命。也由于终极燃油车版本的 Macan、它的外形已经不会再去做任何的改变。外界一般认为啊，此款终极版本的 Macan 将兼具保值及收藏性。自从2013年啊 ，Porsche 在这个洛杉矶啊发表了他们全新的小型 SUV Macan 之后呢，无疑是这个德国的车厂 Porsche 近年来最受瞩目的一个新产品之一，在市场上也取得非常巨大的一个成功。近期由于 COVID-19 跟原物料的短缺，让这个 Macan 在市场上、一车难求，再加上 EV 车款的严重落后，隔绝的各位如果对于保时捷 Macan 有兴趣的朋友们、其实可以先从这个终极版的 Macan 入手，因为它兼具了保值性，掉价幅度不大，有可能让你爽开两年。而保时捷在日前、也预告了将打造全新的旗舰版的豪华纯电 SUV， 定位的方面呢，应该是在于卡宴跟 Macan 之上，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什么想法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希望今天的分享你会喜欢，记得订阅按赞哦。See you next time.